今天来大山里面啊，跟老爸这里发现一个野果子啊，我们把它晃了下来。老爸，你晃一下，看看它会不会掉。哇，都熟了，我们把它晃下来啊。我们等会下去捡，老爸你再晃一下，再晃一次。哇，晃一晃发大财啊！我晃一下。老爸要爬上去蹦极的，我给破的什么法啊？破得极的个。老爸说他要爬上去摘一点下来，新鲜的那种摘点下来给你们看一下。这我们大山一种野果子啊，叫酒曲梨啊，有点像那个梨，吃多了就像喝酒曲一样的吼啊。我们摘点下来啊，老爸在摘，我跟老爸在采。哇，太高了，大山里面啊，风景太美了。老爸要下来了。我举这个，我注意点，老爸。看一下这个，天哪，哇！你们看啊，这是我们大山的野果子，有没有吃过的这个？老爸下来，这是我们大山里的野果子啊！我们给老爸开吃一个，哇，开吃一个，这种果子叫酒曲梨啊。没事，这种呢很好吃，吃多会像喝酒去一样的。